你早，早上的6:30。今天是2018年的7月18号，星期三，早上6:30。今天一大早，记者呢，来到我们协天宫，跟我们关圣帝君，还有众神们参拜祈福。我们非常感谢协天宫的关圣帝君，还有众神们昨天降牌1631，我们结果中了31，中了31。在这边连续2天都有中奖，各位非常感谢我们众神，也祈求呢关圣帝君还有众神们继续让我们降牌，今天能连过三关很久都没有过三关，能够继续降牌，恳求关圣帝君及协天宫的众神们保佑那么在此呢6月24号农历6月24号为我们关圣帝君的圣诞，也祝福我们那个关圣帝君圣诞全秋声威显赫你看没有，我们那个很多庙都送来的花这边我本报也要赠送点东西看看不知道是赠送什么，我们再跟人家请教一下来这个希望呢大家，我们环球邮报这个社长及539会员大家在这边这个希望呢今天能中奖，吃红的钱赶快寄来，然后我们要6月24号我们要先赠送点这个庙里面的一些这个吉祥物祝贺我们关圣帝君庙，或者是买点什么鲜花素果非常感恩感谢，或者是在关圣帝君庙那一天我们做点善事做点善事，买点炒饭或炒面的来这边供给一些人这个我很早就想做善事的感恩感谢。